苏提达王后每每亮相都令人惊艳。此次，她以完美状态身着一袭金色泰式礼服出席国宴，瞬间成为全场焦点。那金色礼服在灯光下闪耀着璀璨光芒，仿佛凝聚了世间所有的华贵。精致的刺绣与装饰彰显着王室的尊崇与非凡工艺。礼服的款式设计恰到好处，既展现出苏提达王后的婀娜身姿，又不失端庄优雅。 她迈着从容的步伐，每一个动作都尽显优雅风范，头发整齐的挽起，露出修长的脖颈，更增添了几分高贵气质。搭配的珠宝首饰恰到好处的点缀，与金色礼服相互辉映，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在国宴上，苏提达王后以自信的微笑和得体的举止，与各国贵宾交流互动。 她的存在让整个国宴场面更加熠熠生辉。她出尽风头，不仅展现了自己的美丽与魅力，更代表着泰国王室的形象和尊严。苏提达王后的完美状态和端庄优雅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她用自己的风采为泰国的外交活动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，也让世界再次领略到泰国王室的独特魅力。苏提达王后状态堪称完美，一袭金色泰式礼服加身，尽显端庄优雅。 在国宴上，她璀璨夺目，仿佛自带光芒。金色礼服上的精美刺绣与装饰，凸显王室的尊贵与奢华。她举止优雅大方，一颦一笑皆散发着迷人魅力。苏提达王后以自信的姿态出席国宴，出尽风头，成为全场焦点。她不仅展现了自身的美丽与气质，更代表着泰国王室的庄重与威严，让人们感受到了王室的独特魅力。